點解而家社會嘅 feel 之法咧，就同互聯網有關？點解互聯網有關？因為而家互聯網好多資訊，啲資訊係冇錢冇意義嚇。咁啲資訊點都算俾人知識啦，就係資訊有意義嗰啲就叫為知識啦。OK。好啦，然後知識點樣變為智慧咧？就叫為思考。或者叫沉淀，咁係話互聯網咧好多資訊多到不得了嘅，好啦，但有啲咧我哋仲所謂垃圾，咁呢啲就唔會變為知識嘅，總之係資訊、知識、智慧三個層次，但智慧咧點能夠變為有價值嘅智慧咧？就要 action 喎，要行動，你用咗啲智慧用出嚟嘅話咧，咁呢個智慧就有價值噶嘛，如果你唔用嘅話，呢個智慧始終都冇價值。即係紙上談兵。係啦，所以呢個教育理論嚟嘅。咁而家呢個互聯網好多，即係資訊好多，嗰啲後生仔咧，一味咧就吸收，冇經過消化，所以變咗咧，而家咧就話而家咧青少年咧嘅思想比較簡單，冇經過深化嘅思考咧，就好容易受人咧叫做話講俗都有煽動啦。係咯。咁樣咯，就冇經過深層思考。我覺得是無謂的，無謂的。同埋有時你響我就搭地鐵翻工嘅，你啲地鐵人咧成日用手機，我就唔係嘅，我就唔睇，我就咩都我睇書。我哋已經利用咗十零廿分鐘睇書。我睇書咧，你睇咗書之後，你要消化嘅，要消化。咁你譬如可以將嗰啲叫做資訊變為知識，知識變為呢個智慧。係咯。咁想請教校長就係話。因為有一次在電視台咧，點樣啟發我今天真要用腳行，即係要走嚟呢度啊？咁就係話，原來校長你都覺得音樂對於個陶冶性情或者改變一啲社會現象咧，原來校長你都認同喎。係啊，其實音樂嚟講咧係可以改變一個人噶。照我所知咧，一個好感人嘅現象咧，就話喺八零年代尾八九年嘅時候咧。在波羅的海三國其中一個國家的愛沙尼亞就是透過音樂呢是完成一個革命的咁個情況是怎樣呢就話在八九年呢蘇聯解體但波羅的海三個國家仲是在蘇聯的控制底下咁那些人民怎樣可以獨立呢因為他的經濟啊軍事完全受蘇聯控制咁他沒有貿易員俾你獨立的嘛咁那些人民是怎樣呢就每逢禮拜日嘅時候咧，就喺個音樂廣場嗰度咧，就唱啲民族歌。好啦，咁啊最初嚟講咧，嗰啲警察係都諗住干預，但佢唱民族歌，你冇嚟干預啊，所以咧就唔干預佢哋。咁佢係咁唱啦。咁最初係禮拜日唱，後屘咧就多咗日禮拜六、禮拜日都唱。後嚟咧越唱越多，甚至乎咧係三四五唱，越唱越犀利咧。最後發展到點咧，就全部一齊唱啦，日日係咁唱。咁啊就～搞到咧就個蘇聯士兵咧都介入唔到，結果咧最後咧就成功咁樣推翻咗蘇聯嘅政權，係改變咗，係好和平嘅，好和平，冇流血嘅，完全冇流血嘅，啊咁啊，而且係蘇聯人走嘅時候咧，嗰個愛沙尼人民係拍手掌，而且佢哋一齊唱歌添嘅，係即係嗰個意義好重大，咁所以我咧好推崇音樂，咁另外咧我日常生活裏邊咧。我曾經同你講過，一個好出名嘅電視劇《上海灘》。個《上海灘》個故仔咧，我都唔係好記得㗎啦。但嗰首音樂咧，我永遠記得。所以其實音樂嚟講，對一個人影響好大，佢可以激勵你，或者可以抒發你嘅情感。所以我好推崇音樂嘅教育。咁主要話音樂嚟講，不過我而家對於而家嘅音樂，我有少少嘅意見，就唔知點解咧。而家我覺得歌詞咧，或者個旋律咧。就唔及得我哋嗰代咁優美嘅，唔知係咪因為顧嘉輝即係收山啦，或者一個好著名。顧嘉輝仲有《黃霑》啊，《黃霑叔》啊，《胡國霑》啊，《鄭國光》啊呢一批。佢哋就係即係全部得啦嚇，咁所以咧個歌詞咧就揾唔翻咁優美。而家嚟講咧，亦都係可能咧同而家嘅青年人咧個文學根底唔夠嘅，所以佢運用個文字咧係運用唔到。冇咁精微，所以嚟講咧，我哋覺得而家嘅音樂咧，或者而家嘅歌詞咧，係唔及得以前。不過其實我覺得咧，就話呢樣嘢咧係隨住年代唔同咧，嘅一個用詞嚟講咧，係一代不及一代嘅。
我哋點講咧？以前唐朝咧個詩係好靚嘅，其實詩嚟講係一個文字嘅精華。後嚟演變到宋詞啊，宋詞嚇，蘇東坡嗰啲嚇，念奴嬌嗰啲，哇，好靚！李後主啊，李後主嗰啲好靚嚇，嗰啲好詞啊。你到元朝咧就曲啦，個曲啊，咁再到明清咧就已經係唔得啦。咁其實歌詞咧，我發覺我自己應該係讀中學嗰時咧聽過鄭國江先生嘅一首詞詞，即係嗰時即係每個人十幾歲都好不滿現實噶嘛，咁都有都，咁亦都受咗啱出嚟做都受啲挫折啊咁樣嘛。咁其實就唔係挫折嘅，不過自己諗唔開，因為我第一份工已經係做 DJ 嘅。咁我記得嗰時聽係張國榮咧有一個股神歌咧，就啊鄭國江老師填詞嘅，佢就話幸運不肯輕招手。冷雨西風繼續有，我願苦痛變力量，默默忍淚向上游。所以我建議現在的年輕人咧，音樂嗰度咧，係即係填詞嗰度咧，即係有翻啲文學嘅修養。嗱，我尖鋭啲嘅問題，係咪教育不成功咧？孫中山就革命不成功，你而家教育不成功，先搞到佢哋都文化不通啦，係咪咧，校長？係冇錯，因為呢個中文科中文老師唔係抵打啦咁樣。唔關事，係個考試要求變咗，冇曬啲範文，範文即係古文，係完全唔考。所以因為咧，曾經有教育改革2000年嘅時候咧，有批嘅學者咧，或者知識分子咧，佢話背誦冇用嘅，而且咧古文嚟講係以前嘅古代文字，而家嚟講唔適用啦。哎呀，好唔啱！所以取消咗。咁啊，但係而家慢慢發覺咧，而家開始改翻啦，逐步改翻啦，加翻啲古文落去啦。咁但係嚟講咧，因為已經係停咗六年，所以嚟講咧，係要慢慢追翻。咁所以講翻而家嘅即係話嗰啲年青人啦，喺音樂裏面發展咧，我哋建議佢哋咧係有翻啲文學修養，就唔需要話睇咁多古文嘅。你最緊要集中啲睇翻咩咧？睇讀下啲唐詩啦、宋詞啦、元曲啦，哇，好靚嘅。咁啊，尤其是如果你又配合音樂啦，唐詩咧未必能夠咁配合音樂。但宋詞同元曲咧一定配音樂，因為宋詞咧其實配音樂嘅嚇，元曲嚟講咧怕有個一個叫馬致遠啊，呢個咩佢完全冇呢個動詞嗰啲名詞，全首詞咧全首曲咧都係形詞，咩冷冷啊凄凄戚戚啊咁樣嚇，哇好靚嘅好靚嘅，咁啊即係神神明明凄凄慘慘戚戚，係啦完全可以配到音樂嘅。如果即係而家年青人能夠將個原曲部分嗰啲背咗佢先，然後咧即係消化咗之後咧，能夠套多音樂嘅話咧，好靚。